我們現在有請 Bitfay 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李兆麟先生。 Bitfay 科技有限公司由發明家李兆麟先生於2012年成立，屬香港科技園公司創業培育計劃下的畢業企業。公司致力研發及生產專利多功能攀梯電動輪椅，並獲得多國專利及國際獎項。